哎，我不要去拍下的腿。哎呦哎呦！哎，我腿还要不不要动呢？这是你的糟老婆了。你可怕鬼就丢啊！来的，啊！你的卡包内底全部是钱啊！啊，连一点仔会当治疗你空嘴的药啊都无。敢讲，你想要用这个美金割你的空嘴是无？是啊，本来真正是我的走路本啊，啊，不过恐惊，我想袂到啊。我听人讲，悄悄是坏查某孙的，干么呀？安怎？知影？后悔啊？当初我想要甲害，想要甲伊卖掉，你哦，就是最夭寿的啦！这母仔今仔日这款哦，死人款。那时阵我唔知影，你的目睭内哦，全部拢是你家己啦。人子孙，因阿公哦，就好好准备要生囝，是你亲手把因一家伙也拆出来呢。好啊，好啊，你莫搁念啊，我后悔啊，用的袂。所以我们家把这些钱给你，你替我去照顾子孙，你不要惊。嗯，这是你的钱，你当然都要留给你的子孙啊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继续讲，你继续讲。讲起来，我还是要感谢你啊！我这世人就干那无根的草，背甲大，算甲大。那不是你替我把子孙生下来，我这世人。安尼蒙蒙渺渺过去啊！我拜托你，甲叔公，我今仔日真正死伫遮，因为我死了，伊就把我的骨头送去美国国子孙。意思是讲，你要叫子孙替你旁道？我唔敢唔让伊替我旁道啊！我敢还希望子孙会用替我念一阿香。那是爱我用掠灯看的。
去你的家。你真的有看我的心吗？你在我的面头前想不开，你就是想要让我每天做噩梦，对吗？不可能啦，不是这种事情啦。阿母，你把伢带去追你走，我无得爱你老的家。我跟你讲，算你今仔日好教运啦。我的包包内底啊，我随时拢有早晚上药啊。我上药啊。你们可拜托的，那死狗，我本来没死，以后你这个车卡医生伊个死啊！阿伯讲，你要趁我今日心情好，我想要日行一善，你爱惜福，卖人在福中不知福。刷刷去啊！你在我看，我应该也是没有救了。你这个大白痴啊，要怎样？又在你啊。老君啊，我明明都怨恨你，怨恨到要死，想到拄到今仔日这款状况，我还是当甲你斗相共。看到你有人顶顶个安尼，拢是你家己自己来的啦。我不该被做狗子，你要是被安坐，你要跟我，是的呀，我之前一直在找客户，找无心情做爸的，而且我搁想想。看到你跟吴先生那种相片，我一时我的情绪控制不了，我不知道根本你别这样了，客户已经没了，咱两个应该更加相依为命，到不是的。我保证，
绝对袂阁对你起家动手啦。啊，若无，我做你叫车拢死。有第一届，就会有第二届。我袂当替我的性命讲算数。我拢已经放龙卵来，你家己救我，你阁想要安怎？我干那想要离开。你得好好待在我的身躯边，我给你保证，你一世人食穿拢免烦恼。我不适合待在厝的，给人饲啦。我较适合做女强人啦。你骗人！你阿尊讲我唔知啊。你想要用工课做借口，去到吴先生偷来暗器对无？我无啊。你讲骗！你还可以用来给我刺激，然后给我讲到一模一样好。你逼我执着袂住，对你动手，然后你就会使用借口给我放生对无？啊！我就背开看我，对吗？你的眼内应该只有我一个人尔。我这么爱，而且搁这么爱给你惜命尔。你煞冷淡千军，硬要跟吴先生做伙，狗我的，等下就给我打！我爱讲，那你刚刚想要离开？我爱行李已经捆好啊！你别怕嘛，你这样敢要离开我？那你敢不知道留下来陪我？有够的！我会留下来陪你，袂骂出去。这是我的好老婆，我绝对要给你幸福的。哦，这下怎么了？是把安怎呀？看起来，杜君啊，是真正要把我绑起来。啊，若无，那会这么简单就逃开啊？伊的钱我找走，敢讲伊真正是转性？我的手机啊，牌仔内底的美金，我摕一寡去做收费。剩的，你交予子孙甲悄悄，会记的，千万唔通独吞啊！哈，咱若知影是安尼，何必当初嘞？